爱情言行。哲雄大学雕塑学系毕业后，意外在一家情趣用品公司负责情趣人偶设计。为了让人偶更接近真实，他谎称医学研究人员，找来人体模特儿制作乳房模型。哲雄对美丽的女模原子一见钟情，两人很快地步入礼堂。但哲雄始终无法对妻子坦诚他的职业。尽管两人的生活表面上平静幸福，但随之哲雄越投入工作，他对原子的热情和欲望就越减低。当两人的婚姻面临危机之际，哲雄的秘密再也隐瞒不住。